你们说，丽儿是不是立了一个大功啊？啊，丽夫人却是建秦自处，退兵有功。然自商周已降，女非过涉朝政，多为祸国殃民的忧患，过犹不及，还望大王明察。祖太后记不记得，寡人曾经说过，想要一位如商王后的奇女子为后母？哀家记得。 丽夫人文武兼备，眼界过人，因此寡人想立她为后。大王说什么？立后之事非同小可，当今六国齐楚仍强，若能立楚女为后，秦楚交好，将来秦国少一个后患。 方能顺利推展一统霸业。正因为齐楚仍强，秦宫之内，六国嫔妃皆有。立后之事，若是只袒于某国，对我大秦不利，后患无穷。倒不如庶民之女，无亲无戚，更没有亲政之忧。 臣妾只是一介民女，与六国并无利害。然大王执意要立我为后，于秦并非有利。再说，如若当上王后，必然要管理后宫嫔妃，还得行一些典礼和祭仪。我觉得，我实在是做不来。不要紧，祖太后不同意。 寡人倒是想了一个法子。什么法子啊？为了确保丽夫人不输给其他嫔妃，下次出征，寡人将带上她一起。若是得胜，任何人不允许阻止寡人立她为后。 大王，战场上刀枪无情，李夫人乃后宫之妃嫔，竟随大王出征，这事要传了出去，哀家忧心呐，会辱没了我大秦颜面。正因为李夫人是后宫妃嫔，却拥有江湖女侠的身手与胆识，这事儿要传了出去，天下人肯定以为我大秦人人习武，国之强盛，岂不是一件好事？ 大王，恕臣妾直言，后宫嫔妃这么多，为什么大王只带丽夫人一个人？若儿，要是你也想陪寡人去，寡人赐你一副盔甲，一匹战马，一把利剑，你也随寡人一起出征，如何？ 刚才你可威风了，居然那样子对祖太后说话，青儿都捏了一把汗。青儿呢，就是心疼我们夫人，是吗？嗯，青儿今天说话颇为中听，寡人要好好赏你。谢大王。<笑>大王，为何立后和出军之事，你要如此莽撞呢？寡人哪里莽撞了？寡人是考虑良久之后才做的决定。我对王后之位一点兴趣都没有。 大王难道全然看不出来吗？这是众嫔妃都想要的位分，为何你却不要？寡人若立你为后，祖太后和楚夫人都不敢刁难你。我若被立为王后，天明肯定会被推到立储的风口浪尖，到时便会有人以此为借口来残害我们母子俩。这么糟糕的位分。 我真的是一点都不想要。至于出征，大王从来都没跟我商议过，就直接向祖太后宣告，我凭什么要陪你出征？等等，寡人有礼物要送给你，来。
这就是大王要送给我的礼物。怎么了？不喜欢？挺好吃的。吃点。大王果然没把我的话听进去。方才我才跟祖太后他们说云梦菊和淮北芷的区别，大王就给我送了这么一个礼物，立王后之事还有出征之事都不跟我商量。大王这是存心要跟我作对吗？既然夫人不喜欢，那就不要了。大王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个你一定会喜欢。这又是什么？我爷爷的短剑。它本来就是属于你的，如今物归原主，你以后可以带着它，放心。大王，将此剑还给我，是全然已经信任我的意思吗？当然。怎么了？不想要啊？不想要，寡人拿回来。我要，这是我的。那有了这把短剑，夫人是不是可以和寡人出征了？那大王让我考虑考虑吧。还考虑？来，你把剑还给我。大王，你作为一国之君，怎么可以说话出尔反尔呢？那可不管，这是大秦，我说了算。快，陪寡人出征。霸道。不出征的话，那你帮寡人生孩子怎么样？我才不要呢，放手。你快放手啊！你不放我就拿剑刺你了。你舍不得。多亏高兄此次相助，资质愚钝如我，才得此机领悟剑谱所在。金贤弟客气了。金某诚邀您与我和兰儿共赴嵩山。金贤弟，此剑谱乃公孙羽大侠特传你一人之家传秘法，高某实在不宜前去窥伺。然高某诚心望你练成此剑法后，他日我们再以剑交谈，岂不快哉？那好，高兄，就此别过。高大哥自己保重。保重。兰儿，我们也出发吧。寒深进殿。侍卫寒深参见大王。丽夫人，韩侍卫有伤在身，不必拘礼。谢大王。宣召。诺。
顺天应时，大王诏曰：内宫侍卫韩申英勇尽忠，护主有功，特晋升为中侍卫，直属卫尉李仲之下，钦此。谢大王恩典。韩侍卫，念在你护卫丽夫人有功，你们又有兄妹之情，寡人特许你与丽夫人另行叙会，尽可畅所欲言。谢大王厚恩。都跟你师兄见上面了，是不是要陪寡人出征啊？大师兄，我听郑太医说，那天你受的伤颇重，幸好没有伤到筋脉，不然如果你从此武功费尽，叫我如何心安？师妹若是受伤，才让我真的无法心安。丽儿，经过这次意外，想必你也看到了这宫中的险恶，从朝臣到宫人，他们表面臣服于秦国，实质上个个都在为自己考虑。所以丽儿，无论何时何地，你都要处处小心。你要知道，任何人都有可能随意牺牲你，嬴政也不例外。嬴政在确定秦国可以统一天下之前，无论是在朝堂之上还是在后宫，都会维持着势力的平衡状态。他不立楚夫人和闵夫人为后，而独独专宠于你，看似中立，实际却符合政治考量的做法。其实一开始的时候，我特别希望他死，但是后来我也不知怎的，那天我竟然冲到殿上去救他。说真的，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是真心想要救他，还是在想如果他有个什么万一，那天明会怎么样。天明在宫外其实比在宫内安全，就算嬴政死了，我也会帮你把天明找回来。大师兄，你还记得爷爷送我的那把短剑吗？当然记得。那把短剑在我入宫时被卫尉大人给收走了，但是今日嬴政又把那把短剑还给我了。嬴政其实一直都在被人利用，被人摆布，他一直都非常想找一个他可以真正信任的人。丽儿，你不会是喜欢上嬴政了吧？我只是觉得嬴政他不是一个那么有心机的人。李仲，寡人是不是过于放纵李夫人？大王心宽，深知李夫人重情，成全他们兄妹相聚也算是美事一桩，日后丽夫人应当对大王更为心服。是啊，只有给他自由，才能让他心服。寡人之所以可以如此心狠手辣，那是因为寡人没有包袱，没有在意的人或事。
但是如今不同，寡人有利机，这将会是寡人唯一的弱点。大王，因为这个弱点，大王就无法回到从前那样了吗？我是大秦的王，若是寡人有弱点，那便说明我大秦也有弱点。寡人不希望被人抓住弱点。但是寡人就是控制不住要往他那儿走过去的欲望。这天下应当不存在没有弱点的人，若一个人没有弱点，就没有在意的人和物。大王心系大秦，即便面对丽夫人难以割舍，也要将江山社稷放在美人之前，微臣十分理解。大人，如今丽夫人那儿是越来越得势了，这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办呢？依据现在的局势和搜集到的信报来看，虽然丽夫人这回促成了大王对楚撤军，但她未必就是站在了楚国那一边。由此而论，虽非我们的敌人，亦非我们的朋友，暂且可以不必处置。不过丽夫人那里你还要派人盯着，一有动静随时回报。是，这个奴才知道。你这是做什么？你认为我在做什么？好大的胆子，你小小一个内宫侍卫竟敢挡我们夫人的路，你眼睛瞎了吗？我眼睛没瞎，倒是楚夫人你的眼睛是不是不太好？哼，我眼睛好得很，你到底在这胡扯些什么？是吗？丽夫人是我师妹，我奉大王之命留在宫中保护她的安危。然而楚夫人你三番两次的对丽夫人找事，你可以不怕丽夫人，但是你欺负我师妹，就是公然和我作对，所以我说你的眼睛有问题。你说什么？韩侍卫，你竟敢恐吓我们夫人？没错，我就是在恐吓你。你们可以尽管去找华阳祖太后告状。大王要兼顾秦楚和谐，我可没什么要顾忌的。所以你给我听好，你要是再敢动我师妹，我韩深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哎，你，喂，夫人，他实在是太过分了，仗着有大王和丽夫人撑腰，竟敢光天化日之下当着夫人您撒泼。师父，飞鸽传书。先下去。是。看师父的表情，看来是有好事了。不错，我们在豫州的弟子回报发现荆轲的下落，他身边还有一个女的叫兰儿，他们俩即将前往嵩山。师父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这个兰儿我应该见过。哦，她是葛聂的女儿。葛聂的女儿？前看来，那自命清高的葛聂未必搅和在这里头。速速吩咐下去，宝爷，你带人去一趟嵩山。师父要我去嵩山？我们想要的东西应该就在那里。两位乡亲，请问一下，
这条路再往前走就是嵩山了吗？对啊，姑娘，你要去嵩山做什么呀？有点事儿要办。我见你们二位斯文儒雅，并不像是狩猎之人，可要当心呢。当心什么呀？好多人说这山里边有猛兽，有好多人就好奇去猎猛兽，结果呀有去无回。我们走吧。啊，有猛兽，走。大王，真的要让丽夫人一块去吗？君无戏言，更何况你还在担心一个曾经打败你的高手吗？大王既然已经同意让我出征，那可不许反悔。夫人放心吧，不想让你去的是蒙武，又不是寡人。若是你的军功再胜他一筹，可能连大将军的职位也要让给你。大王既然说要出征，那到底要去哪里？夫人可听说过一人，名为韩非。韩非是素源道家之术著有孤愤和五度的韩非先生吗？我曾经听我爷爷提起过他。公孙将军提起过他。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韩非先生才名卓著，是一个非常有才华之人，只是患有口吃的毛病。更何况韩国的君臣皆为平庸之辈，所以韩非先生的经世之才并未得到重用。太好了，与寡人听闻的相同。大王此话为何意？此回征韩，寡人要将韩非先生迎到我大秦来。公孙将军，请。诗经有云：“嵩高为岳，峻极于天。”至殷商时，此山更被封为崇山。可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山里有猛兽啊。依我看，这猛兽之说，只是一般百姓不懂天地异象，捕风捉影，胡乱臆测罢了，不必放在心上。反正就算遇到猛兽，我们俩是习武之人，也不害怕。这边，小心啊。虽说诗里提到这剑谱应该是在嵩山，可是嵩山这么大，到底去哪儿找啊？我想先找一个高处观察一下地势，然后再与师父的诗对证，看看能有什么发现。跟着那两个家伙怎么突然就不见了？你们也真是蠢，这边地势空旷，无论他们往哪个方向都不可能消失在我们眼前，除非他们察觉到了我们的跟踪，躲起来了。躲起来了无妨，这边树木岩石不多，躲的地方也不多，接着找。是。我们已过了伊水，到南梁尚有半日的路程，臣建议让兄弟们再休整一日。就这么办。大王，他们来了。
封剑，参见大王。莽别林，参见大王。两位高手辛苦了。这位是厉夫人，此回随寡人一起出征。哎，白天有头羊挂帅，真厉害呀！嗨，再厉害有什么用？还不是被咱们秦国四大高手那个风林火山杀了，死的那个惨呐！风林火山。还不快滚！你难道非要杀了他们三个霸首吗？是啊，我是要杀了他们两个，他们是杀我爷爷的仇人。你心疼两个高手是吗？我不是心疼他们，我担心你受伤。谁说要带他来的？大王，你让他们两个家伙给我滚得远远的，要是胆敢出现在厉夫人面前，寡人要他们的命。诺。老爷，师父，嗯，你们的事情都做得怎么样了？禀师父，徒儿跟着荆轲上山，却在此失去他的踪迹。徒儿推断，他们是躲藏起来了。躲藏？这地势空旷，视野辽阔，有什么地方可以躲藏？好了，别胡猜乱想了。这里躲不了人，你们都散开来，全面搜索。是。走。惊现之，别躲了，出来吧。惊现之，许久不见。适才你刚到现场便将弟子支开，我便知道你已经发现我们了。哦，却佯装不知，将弟子遣散，意在独吞剑谱，不想和弟子分一杯羹，是吧？士别三日，刮目相看，看来老夫是有些小看你了。夏侯先生过奖了，你的这些狡猾心计，晚辈不足万分之一。哼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
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为师不是命你去别处找吗？我，你知不知道你毁了为师的大事？师父且慢。你又敢违抗师命，私自返回，还有什么话好说？弟子自知坏了师父夺剑谱的大计，再多苦劳也弥补不了这次过失。恳请师父再给徒儿最后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抓到荆轲，将剑谱交给师父。好，追踪荆轲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。事成之后，为师不会亏待你。不过，你要是再耍什么小阴小谋，为师这次绝不轻饶你。是，师父。哼。还在气白天的事啊？不只是气，是恨，是不甘。我恨我自己没有能力去打倒那两个坏蛋。不甘的是，我居然认贼作父，身在敌营，身不由己。你怪我？当年又不是寡人派人去打濮阳的，那有分别吗？行，都是大秦的错。要不然这样，寡人现在就下令，叫蒙武去把那俩大坏蛋抓来，把他们扔到伊水河里，血流成河，怎么样？解气吗？当然不行了，这样我爷爷不是要被全江湖的人笑话吗？我爷爷当初是被那四大高手围攻致死，现在又要秦王去处死他们，天下人若知道的话，岂不是要说我公孙立是妖妇啊？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这样好了，你现在不是拿回你的短剑了吗？来，你砍我，消消气。嗯。哇，你真想啊！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狠啊？谋害亲夫的事情，你是不是天天都在想？生气了，寡人带你去看一样好东西。走。你看，寡人下一步就要征服赵、韩，带取两国之后，便可一步北进，占据边疆。寡人要沿着这条边疆修建长城，如此一来，天下的百姓就不用受外族侵略之苦了。怎么？你不赞同？无论是多么宏伟的一统大业，必定是兵凶战危。只要是有战事的地方，一定是生灵涂炭，百姓受苦。对于天下百姓来说，长痛不如短痛。若以我眼下大秦压倒性的势力，统一六国，便能以最小的牺牲，换取最大的和平。寡人就算要背上千古罪名，也绝不后悔。这天下战事不休，就会有更多无辜百姓的性命搭进去。是不是太过急躁了？一统天下，乃千古未有之事。大秦哪怕有再多胜算，天下情势难料，仍是步步为艰。大王有所省察，没有急于求成，筹谋之后，出兵东征，这是对的。知道寡人不是说的这个。报，禀大王，怎么了？厉夫人的行帐已经准备好了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诺。
帐外不安全，要不然你就睡寡人这儿吧。我从小随爷爷寻访各地，哪怕是靠着一棵大树都能睡着，这点就不必大王操心了。外面有蛇，不安全。我不怕蛇。那还有老虎呢，大熊怎么办？怕不怕？老虎有大王可怕吗？不许走，寡人不许你离开。你要胆敢再往前走一步，我绝不轻饶。松手吧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你还好吧，金大哥？我没事。我也不知道，起来看看吧。嗯。哎！怎么了？我好像。好像脚扭了，有点疼。应该是跌下来时扭伤的，我帮你看看。不用了，这点小伤没事的。我们还是赶紧找出口离开这里吧。哎哎，还是别勉强了，我背你吧。不用，金大哥，真的不用。出门在外，照顾你是我应该的，我背你走吧。谢谢。刚刚还说留下来住的，哎，你铺什么床？我那床那么大，足够两个人睡了。你看你这个床，小的，你看你看，我一个人就已经占满了，我一个人睡就够了。所以说这是我一个人要睡的床铺，那儿才是大王你要睡的床铺。那你要这么着的话，我可能就睡不着了。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做噩梦了？我在这儿呢，我保护你。嗯，金大哥，兰儿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刚才四处看了下，想找出路。可是这洞窟虽大，并没有向外的通道。如果我们吃完身上的干粮，
我还没有练成葫芦剑法的话，我们就要饿死在这里了。恐怕是如此。夫人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景良人怀孕了。这茶呀，是祖太后赠的。好喝吗？好喝。别跑了，哎，小心地上滑。小心地上滑，说了同样一句话。你跑得很慢啊。抓到了吧？好了好了，你赢了。太累了。哎，小心。咱们俩能不能别跑了？好累啊。大王累了。来人啊，送大王回宫。哎，不用了。寡人今天就在这儿睡。这银河相对，千年等一回，千山万水眺望你的娇美，让心月微美。遥遥天海交汇，深深夜幕低垂，爱已深锁城外，苦等一人归。山川成灰，容颜都枯萎，留下爱在世间不断的轮回。看透喜悦伤悲，百转千回，生死永相随。走遍天地辉辉，与你自由飞。只相思滋味，只为你憔悴。望穿秋水，泪如流星下坠，对镜花儿美。在你心底安睡，不惧雨打风吹，人间纷纷扰。